还有吗？在筹备什么戏？最近在拍那个，那可以讲吗？最近在拍追凶者，对，所以现在拍追凶者，可是他现在好像改名叫你，有他改名了，有啦，好像叫逆局，对不对？逆局，有吧？新闻有讲，我有看到。这几天在拍戏啊，对，然后我最近如果没有拍戏的话，就是找了一些表演课，还有声音课去上这样。哇，有新的问题了，我看一下。有吃自己想吃的生日大餐吗？还没，还没有。晚上晚一点吧。晚一点我想去吃火锅。何时入伍？确切的时间也还不确定啊，但反正就是明年的事。想看头发，不要了，有点冷，不要。全台语直播，可以啊 ，SI，但讲错要纠正我。跨年怎么跨？我应该是会去。应该嘛是会去找我的朋友啦，宜兰的朋友。我跨年我是想要回去哦，抱歉要用台语。跨年怎么讲？就过年吧。过年哦，我过年应该是会回去宜兰，找我家里的人。